黑亮亮屏东监狱酱油每年为国库挹注6000万元营收，但屏东监狱爆发疫情，暂停外接见式业务，连柜也暂停贩售酱油。哦，所以是明天才可以。对，那你原本是今天要来会客吗？嗯，对。要来会客，寄放菜的都吃闭门羹，家属只好把菜再原封不动拎回家。昨天这件事，这位同仁他就是因为家人是确诊者，所以他在家里面做一个快筛。 那因为是阳性，屏东监狱传出9人确诊，都是预防外围工作人员，其中一位就在外接见室上班，因此外接见室的接见、送入财物以及临柜购物，通通暂停。25号恢复正常，尽管目前没有受刑人或再有工作人员筛出阳性，但内部如临大敌。手机要喷一下，对，随身携带一下。一般到我们临柜没办法，这一天半没办法购买的，我们会引导。 这些来购买的民众会到我们的行政大楼的服务台。虽然外接见室暂时关闭，但25号前想买酱油的依旧可以到行政大楼服务台购买。但万一内部再爆出新疫情，就怕会影响监狱运作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有3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。 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